早安巴黎。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我现在人在巴黎。然后呢，我今天住的饭店是叫 Hotel La Sanate， 就是应该算出差，因为这个饭店就是邀请我来试住他们的房间一晚。对，那我现在就是感冒的状态，所以鼻音非常严重，所以还是要请你们见谅。那我们现在就来参观一下我这次住的房间好了，就是一进门的地方，然后走下来，这里是厕所，然后我这个是 duplex room， 所以它有两层。那第一层的话是客厅，然后这里就是沙发，然后你这里可以看电视，这里就是一个书桌，然后你可以泡咖啡啊或茶等等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阳台的部分，这是一楼阳台的部分。你们看这个就是非常的巴黎风的一个阳台景，阳台风景是不是超级漂亮的？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楼上那一层。好，那我现在带你们到楼上参观一下。那走到这边是浴室的部分，它这边就有一个大浴缸，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它都是附欧舒丹的肥皂啊、沐浴用品，还有这个是身体乳，超级高级。然后连这个浴帽也是欧舒丹的。那我们到我们的主卧室。好，这里有一个人在睡觉，他太累了。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然后墙上有一个电视。非常舒适的一个房间，你看他睡成这样就知道了。那我现在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阳台，这就是重头戏的地方，是不是超美的？然后那边是 Eiffel Tower， 你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顶尖。我觉得这个景就是感觉只能在电影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得到吗？但是呢，如果你们来这间饭店住的话，然后选择605号房，你们看到的景就是长这样，是不是超美的？然后那里这边是那个巴黎圣母院，对，那这就是巴黎圣母院火烧之后的现况，对，就还蛮感慨的，看到实景之后。就希望他们可以很顺利的重建，那让我们再看到它的美。早安，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然后他的早餐是在地下一楼，然后我们现在刚起床弄好了，准备出发吃早餐。 And would you press the button? B1 No, minus 1 It's B1 It's minus 1 It's B1 It's 0, it's minus 1 然后这里是吃早餐的地方，这里有果汁，然后还有优格，那个 barter 就在这边，
有草莓耶，还有这里水果，我要来吃草莓。On va danser le long des golfs. On va danser. 早安，巴黎。在这里，你也可以就是从楼下点早餐，然后带到你的房间来用餐。De Paris n'importe où, bras sûr. Quand j'entends des chansons, bras sûr. De Paris n'importe où, bras sûr. Quand j'entends des chansons. 你们来看一下他们的 lobby。